候，纯真与感动，是的，简单却完全不一样。成为小提琴家的。如果你不做那些身不由己、言不由衷的事的话，可能日本那件事就不会发生了。我说出真相毁了霍又怎么，他已经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了。你呢？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